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这个项目首次在奥运亮相，在星期六举行了决赛。完成第一棒之后，意大利、美国和中国排头三名。第二棒之后，意大利和中国守住头二，而英国的比迪就拉近距离排第四。英国更加是第三棒靠住基尔反超前排第一，尾棒的贺建成功守到尾，并打破世界纪录以三分三十七秒五八夺金。中国收获银牌，澳洲夺得铜牌，而大热的美国就表现令人失望了，三棒后排包尾，尾棒的积数想力挽狂澜，但为时已晚，最终只是得第五名。